两碗牛肉面，一碗加葱加香菜，一碗不要葱多香菜，再来一盘糖蒜，一份拌菜。好嘞，稍等。谢谢啊。这就是你说的好吃的。你说这儿的牛肉面特别好吃，就刚才咱们吃的那个人均几千的南京私房菜，跟这个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有那么夸张？我以前在这儿待过，有证你没钱，发现这家宝藏小店，价格便宜，味道还，主要还能加面。哎，北方冬天特别冷，我从这儿吃碗面，我出门都不冷了。来，帅哥，谢谢啊。啊，谢谢美女。糖蒜没有？错啊。尝一口，尝一口。怎么样？是吧？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。我就是有点感慨，这段时间真的遇上了特别多狗血的事情，然后我才发现，原来我写的那些复仇女王，在复仇成功之后，并没有很开心。我想，应该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踏进婚姻的坟墓了吧？谁说的？我就愿意。还有半句没说完呢，我现在都这么惨了，也没必要和别人一起躺进婚姻的心脏坑了。滚！刚才挺危险的。